大家好，我是台湾生物科技暨健康产业协会的理事长叶月娇。那我目前也是南华大学自然生物科技学系的教授。那很开心，今天呢，我们原本的工作坊呢是在中正大学举行，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把它变成了云端教室。那我想这样更好，也有更多的学员可以加入这个教室，然后一起来了解这个工作坊，我们想要给传达给大家的。那我们要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台湾的生物科技的产业，包括还有健康医疗这一些的不同的领域里面呢，是不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议题？哦，还有化妆品的这些产业，是不是让大家未来在了解你的就业或者研究，能够有更好的认识？那这个网页，我想等一下，理事长也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台湾生物科技暨健康产业协会的这个网页。那首先，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网络上只要输进去biohealth 或者是2019，或者是呢台湾生物科技暨健康产业协会，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协会的网页。那在网页的照片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在2019年的成立的大会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我们的会员的一些理监事啊跟会员的照片。那大家可以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有协会的简介，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协会组织章程、理事长介绍，还有我们理监事的名单跟委员会，大家都很容易就可以在这边看到。那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欢迎您呢，可以跟我们的行政同仁一起来做联系。那我们也有在网页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有学术研讨会。然后有产业交流，还有我们会员的专区。那其中证照的跟工作坊这边呢，如果您现在还有机会可以介绍我们工作坊给其他的朋友的话，那也欢迎他们可以再点我报名，然后都可以用250块的这样子的一个费用，参加的费用来参加这个工作坊。那另外呢，如果您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会员的话，也希望可以把我们的协会可以把它呢传，可以把它介绍给更多的人。那我们的学生会员呢是完全免费的，那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个人会员，才可以享受我们的权利。那这是有关于我们的协会。另外，我最重要我们要让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协会的杂志。那目前在已经出版了4期的杂志。那第五期杂志也很快我们就会来出刊。那第四期杂志来举例来说的话，协会呢的网页上你都可以免费在这里面可以看到用电子书的方式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报道的内容。那最重要的是这个杂志，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了解台湾国内或者是国外这样的一个生技产业的发展。那每一次的主题，我们都有不一样的一些的议题来做深入的一些报道。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您今天可以在这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工作坊里面呢，可以把每一位，我们尤其有3个主题，然后我们都有主持人，然后我们演讲人的这些演讲的内容，都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希望你能够在看完所有的影片之后呢，能不要忘记在最后一个单元要完成 Google 表单。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在工作人员审查之后呢，寄发研习证书给您哦。那我们也预祝这个整个工作坊呢，能够非常非常的成功。那也希望每一个学员都可以留下您的问题和我们的演讲者呢，做一些回应，给我们的演讲者也会依照您的问题给你一些回馈。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好好的把那个工作坊里面所有的内容，好好的把它一起把它观赏完毕哦。那我们拜拜，谢谢您。